989-6276. Thank you very much. Bye.昨天你就同意了吗？卖给你是不是？对。今天你就照这个语气跟他讲话，你说，哎，我什么时候拿货？对吧？对。如果他提 price， 你就 offer 就出来，对吧？对。如果他提涨价，昨天你已经谈好价了。